反正人都比较，很多人都喜欢马，喜欢马的这个健壮啊，这个矫健呐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雄健、速度，马的速度，很受人们欢迎。因为马呢，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很早就有这个养马的这个记载。 中国人常被称作汉人，那么汉朝在中国的历史的地位非常重要。汉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通西域，而通西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把马这样的一个文化引进了中国。